欢迎回家，这就是咱们的新家，我喜欢上。 若定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跟我聊聊。这次多亏有陈雪怡的那段视频，要不然你可能还不会这么早出来。对了，他除了留下那段视频之外，还在你邮箱里给你留了一封信。你去看看吧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 若定，原来你早就知道真相了。你干嘛要假装不知道呢？你要知道，这样会让我无地自容的。我是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我俩。我是因为爱，越陷越深。 我对你们做了很多事儿，结果让我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其实爱有很多种方式的，我现在只剩下一种方式。我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来挽回你们的幸福生活。若婷，答应我好吗？和茉莉好好的生活。 对不起程雪怡和孩子，都是我的错。不，不是你的错，是程雪怡的错。可是她已经用自己的生命偿还了。现在，我们就让那一切都过去吧。 谢谢你能原谅我，谢谢。我们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吗？当然能。罗定，你看，咱们有了新家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。